的面包辛苦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太阳之手？没有，有没有听过太阳之手？就是我们的敬忠哥，但是他除了太阳之手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好歌喉，然后我们就来听看看他要唱什么歌。所以你要唱什么歌？王菲，对吗 ？OK， 我们想左边的吗？那我们掌声，欢迎我们的敬忠带来的王菲，掌声。我抽到那个红橘红酒，有谁想换我换的？我 OK。为什么这次你要去参加南区歌唱比赛？你是哪里来的雄心梦？因为我一直来，我都把唱歌当成兴趣，对，然后我很喜欢唱，因为以歌会友天堂恋，那厚脸皮天下无敌，我本身是厚脸皮，就好官腔的问法，好官腔的问法。哎，我们撑不了多久啊，你想？可以吗？好。但是我们再给敬忠一个大大的